信用的人，真正是足惨的。教室布置比赛，今年的教室布置比赛要开始啊！小文，你是学的校长，就让你来负责带大家讨论。好，老师。大家有啥物建议，请尽量讲出来。我感觉，若把教室布置到咱厝内，安尼一定足好诶。我看有诶，还看两个卡好看。咱两个行动漫风。动漫风，班上每一个人拢画一张图。没错，爱较丰富诶。多谢大家建议，我会回去详细整理。小文，安尼就请你回去整理了后，明仔来替同学分配工课，全班做伙来完成这届教室布置。大家讨论这么努力，今年的教室布置比赛一定会拿到冠军。哦，小红妹，大家拢有拿到工课分配单吼，我替每一个人拢分配好工课啊。收集动漫人物造型资料，迄真开时间呢。为什么是我准备材料啊？协助上色剪贴，感觉足无聊诶。希望今仔日下课以后，大家会当留落来一点钟，咱先做一寡简单的布置。大家拢到位啊无？人咧，奈拢无人留落来。为什么讨论的时阵大家拢遐欢喜，真正要开始的时阵，却拢无人肯帮忙？小文，啊，嘿，未婚又要。小文，我来教你斗相共。对啊，你莫烦恼。多谢你，那安尼我来画图，你来替我加一挂图。好。啊，哎个电话声，我去看车。哦。哇！小文，这图拢是你画心。为什么昨恁大家拢无人留落？飞弟，你遐尼贤画，全部拢交予你画就好啊，根本就无需要阮啊。对啊，而且你阁是学校的校长，教室布置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啊。加油啊，小文！这届比赛冠军就靠你啊！会晓画图，有责任感，就应该做所有的代志。唔通袂记的，这是咱大家的比赛，唔是我一个人的。啊！你无去啊？无去啊？难的啊！今仔日唔是应该要布置完成？对啊。今仔日就爱拍分数安尼，安尼一定是最后一名啦。拢是小文甲配分幼幼的唔对啦。干嘛呢？拢是小文配分甲幼幼的唔对。老师希望大家会记哩，教师是大家的，唔是小文配分幼幼这几个同学的。
一个班就是一个团体，每一个人拢是班上的一份子。兼任何一个人的参加都无完整了。既然大部分的同学无想要参加，认为比赛是因的代志。在小文、佩芬、甲悠悠的同意之下，阮决定无要参加即届的比赛啊。也毋过，小文的都足好诶，安尼毋是小过可惜啊？对啊，安尼因三个人的认真，毋是拢无采工啊。小文、甲佩芬、悠悠，确实开真侪时间，才完成遮个图。老师全部拢有好好啊保存，大家毋免烦恼。也毋过，毕竟只有三个人，还阁有真侪部分无完成。阮大家拢伤自私啊，无应该把责任拢撒予因三个人，真实嘞。老师，才阁予阮一届机会，予阮做伙完成教室布置。小文，你感觉嘞？教室本来就是属于大家的，比赛敢有得名并无重要，重要的是大家做伙参加的过程。足好诶！离拍分数阁有一天的时间，毋知影大家敢愿意做伙完成咱的教室布置？耶！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只要大家做伙合作，一定会赴的。好，我来，我来做啥工？伫诶一个团体内面，每一个人拢同款重要，凡事应该要分工合作，毋是把责任交予其中几个人诶。虽然讲零甲多罗，也毋过，既然身为团体的一份子，就爱做伙分享责任甲任务，敢毋是真好诶代志吗？敢卖退让？小乖哦，什么代志啊？去公园耍飞盘，好啊！你等我，我骑脚踏车十分钟就到。小强，有想要吃市场好吃的油葱饼无？好啊，我去买。也毋过，敢若已经要收单呢，敢会赴诶？我骑脚踏车，真紧就到啊！好，爱说你哦。行小路好啊，较紧。也是行近路啦，也无袂赴着海啊。长饼，换收单就买袂着啊！你紧退后啦！空哦，空哦！你退后，我就把锁匙还乎你。赖皮，你哪会用安尼啦？你是安怎抢我的帽啊？还我！你退后，安尼我就把帽啊还你。可恶！啊！外头！到外面！救命！外面就疼！真害呢，早知影安尼，何必当初嘞？卡苏一开始，小伟甲小强其中一个人愿意退让，就袂发生这场闹剧啊！唔相信，
咱把时间退倒转去。这个时阵，确实有人愿意先让一步，状况就会完全无同。我替哦，互你先过好啊。不要紧啦，也是我互你先过好啊。你看，我靠我行靠，所以应该是我提才对。小薇，多谢你哦，免客气，再见，再见。小薇已经伫个公园甲同学耍飞盘，小强嘛顺利买到好食的油葱饼。恁讲，退休是毋是互你我的世界变甲更加美好、更加顺利呢？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真正有伊的道理。大家是毋是拢为着赶时间，互相无想要退休的经验？其实，迄毋是上好的办法哦。后界不如跟我同款，先让对方先行，结果一定会无同款。退休毋是吃亏，是占便宜，而且是大家拢占便宜，安尼是毋是真赞呢？剧场爆米花，啊！但是足歹看的，拢无好看的。欢迎客家观赏。安尼就莫看，你电视看伤济啊。所以这届绿野仙踪舞台剧，除了剧情真趣味，佫会有精彩的歌舞哦，无唔对。大家一定要来看哦！绿野仙踪，小乖，妈妈问你，你敢知影这出舞台剧？老师有讲过，这是一本册，内容足精彩哦。这表演敢那袂歹呢，敢来做伙去看？袂，我袂看。难道敢那从来唔捌看过舞台剧？去开眼讲嘛袂歹，比踮在厝内看电视较好。耶！安尼咱会用哪看舞台剧？那吃焦糖爆米花、零可乐吗？就敢那看电影安尼？当然会用的啊！安尼就安尼决定啊！哦，咱明仔载就出发。爸爸妈妈，恁较紧的啦！你好。请问三位是要观赏绿野仙踪是？啊，对对对，就在这啦。可能要行较紧嘞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哦。阮的工作人员会替恁带位哦。请对我来。恁的位置伫这哦。哦，遐还佫有位啊，咱坐较头前啦。真是嘞，阮是对号码的，且唔通凊彩换位哦。嘿嘿嘿嘿嘿，弟弟，请你卖头好无？是嘞是嘞，小乖，卖乱头。小乖，你的焦糖爆米花较好啦。耶！爸爸上好啊！啊，歹势，叫上来禁止饮食咯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就是讲甲电影院同款，真歹势哦。妈妈，那女巫要甲因抓去啊！妈妈，下面陶乐斯就会甲稻草人、西樵夫啊，阁有狮，真实嘞呢。然后啊，老师阁有甲阮讲，因会到欧兹王国。对对对，我刚才有印象。嘘，请恁安静，莫伫咧遮讨论剧情。嘘，小乖，
你徛去那边，我替你甲舞台翕一张啊。好。弟弟，演出的时阵袂用个凊彩行动，也阁有剧场嘛禁止翕相哦。真实的啦，小乖，紧坐好。哎呀，今仔日真正是足见笑诶！对啊，原来伫个球场内底袂用个食物件、啉饮料，嘛袂用个凊彩换位、凊彩行动，嘛袂用个翕相，更加袂用个大声讲话。小姐，今仔日实在足歹势。袂啦，袂要紧。因为阮是头一届来遮看表演，真侪规定拢毋知影。实在是足见笑的，请别安尼讲，会有遮个规定，拢是为着予所有的观众有上优质的观赏环境。嗯，今仔个戏足好看的，以后我一定爱常常来。就算讲袂用个食物件、啉饮料嘛，袂要紧。足好个，欢迎大家常常来，希望真紧就会用个看到恁哦。后一届我要甲爸爸妈妈变成上好上好个观众。除了伫个厝内看电视，咱还阁有足侪其他的选择，参像去剧场看表演，就是一种足新奇的体验。也毋过毋通袂记的哦，应该爱提早入场，袂用个迟到，袂用个学病换位。演出的时阵，爱甲手机啊关机，也是调位震动，袂用个食物件、啉饮料，袂用开讲。袂用翕相、录影、录音，更加袂用个凊彩行叮当，影响着别人欣赏表演的品质。因为剧场是一个密闭的空间，以上一挂 NG 的行为，拢会影响其他观众的权益，对舞台上的表演者嘛无尊重。后一届，咱做伙伫个剧场见面，体验精彩的表演艺术。离家行婚记，弟弟来。这是纽西兰进口的冰淇淋，纯天然的哦，吃看卖，足好吃的哦。妈妈，这个冰淇淋足好吃，我要买。你敢无吃拄啊好，袂用个吃冰淇淋。也唔过，我就是想要吃。袂用的，就是袂用的。你搁想要干么事？小公，你想要吃什么水果？苹果好不？哼，不爱买冰淇淋给我，我永远拢不爱跟你讲话。我去开车过来。你伫遮等我，卖学白乱走哦。我要让你知影，我爱买冰淇淋，给我的效果。小公，嘿嘿。
耶，予你找无，找无。妈妈知影，陪帮你买冰淇淋的效果，我会当帮你实现愿望哦。在家困啊，害我四处找无你。因为你买买冰淇淋给我，我就想要买起来，故意让你找无我。戆囡仔，妈妈无爱买冰淇淋是为着你好啊。你唔知影妈妈找无你有偌烦恼、偌惊吓。妈妈，你是唔是生气啊？我无生气，只是真着急，唔知影你走去底啊。烦恼你是不是被歹人拐走，也是怕不知路啊？我差一点啊，就要去报警啊！是嘞，我有敢唔敢？知影唔对就好，安尼咱来转，妈妈下苹果给你吃。我苹果？对啊，今仔日买的苹果啊。吼、哦！苹果有丰富维生素 C 甲维生素 E。囡仔爱加食寡哦，我知影啦，只是我拄则梦到我予大鹏哥尿，予大鹏哥尿，对啊，我因为一时想唔对啊，想要表达不满的情绪，煞用唔对方法，立起来予妈妈着急，想袂到结果做一场噩梦，虽然是一场梦，也毋过煞予我知影。就算甲妈妈细心的，妈妈永远是最爱我、最关心我的人。妈妈，我爱你。激动的车铃。我甲你讲，伊唱的歌真正足好听的。啦啦啦啦啦！欢迎来哦，扯铃，真好耍哦。迄个哥哥生得足像偶像上哎，真是嘞，明星脸。妹妹，后礼拜我要开一个扯铃班，要来学无？真好耍哦。甲好朋友做伙来耍，会搁较好耍哦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啦！报名表顶头讲要伫倒上课啊？遐，因在遐。各位小朋友，咱着对上基本的开始学。不要紧，欢迎参加。扯铃其实真简单，我先试予大家看。首先，把扯铃棒先抓好安，然后
慢慢啊像安尼。秀丽人。救白人诶，对啊。好，即马大家开始练习。救人呢？佩芳，敢毋需要斗三工？我诶线一直天做火。教练哥哥，为什么对佩芳特别好？我成功啊！对啊，真简单对无？嗯。加练一下就会晓啊，对无？上讨厌！啊！免惊，我接到啊！多谢你。咱来去。是顶届找林克结束的时阵，教练哥哥给我的糖啊，真好吃，我特别留一半给你哦。为什么教练哥哥给配方糖啊，煞无给我？照安尼做就无问题啊。为什么教练哥哥较介意配方，不介意我？丁丁，毕竟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！啊！丁丁！哼！啊！今天就到这结束，大家后礼拜过来哦。丁丁，你今仔日敢若无啥欢喜？敢袂晓甲我讲是安怎？佩芳讲你顶届给伊一包糖啊。糖啊！哦，我想起来啊，迄是我想要鼓励佩芳，拄好发现落地啊有一包糖啊，就送给伊啊。为什么敢若伊有我无？偏心！谁讲你无？啊！我今仔日嘛准备真济饼给大家啊。要不过你拢歪插我，根本无机会摕乎你。你甲佩芳拢是我的学生，我哪会偏心呢？原来是我误会佩芳啊，佮佮伊讲遐的话，伊一定足艰苦的。教练哥哥拢已经甲我讲啊。礼拜学找你的时阵，你还未学着要领。教练哥哥特别教你，我无应该凊彩嫉妒你。还佫有，教练哥哥要予你糖啊，你特别留一半要予我，我竟然佫甲你生气。嫉妒哥哥留予你，煞无予我，真正就是嘞。不要紧，咱佫是好朋友吼。嗯，咱永远拢是好朋友。你敢有要吃饼？是教练哥哥给我的。嗯，咱做伙吃。好。我认为嫉妒别人，差一点仔就要失去我上好的朋友，安尼真正是足无价值的。凡事要用平常心对待，不应该互相比较。
安尼自然就无啥物好嫉妒的啊。你是我的目睭。今仔日拍了足欢喜的呢，你愈来愈厉害啊！我嘛会拍拼才会赢的。后盖我绝对袂输乎你。我要伫只等公车转去。好，咱后盖再搁约。歹势哦，弟弟，你敢袂用甲我斗三工？哦，是安尼啦，我本来要等4:30迄班23号公车。平常时司机看到我也会纸牌啊，拢会停车。也毋过今仔日毋知是安怎，公车一直拢无来。4:30的23号公车，也毋过即马拢已经5:10安尼。对啊，我4:20就来等车。我咧约可能是今仔日换无同款的司机开车，以前无甲我载过，嘛无注意我手提牌啊，毋知影我要坐车，所以才无停车。安尼，我要安怎甲你斗相共？若是有23号公车经过，请替我甲公车握手。好，这我会，无问题。真正是足多谢你的啦。唉，阮若是无人甲阮斗相共，有时阵真歹坐着车，若无就是会坐唔着车。有真侪甲我同款的朋友，有的人是听着公车来的声就握手，然后问司机先生是倒一号车。才决定要坐无，嘛有的人是坐惯是一定落线的公车，听到声就知影是毋是啊。但是有时阵嘛是会听唔到，坐唔到车啦。想袂到，对阮来讲，坐公车遐尼普通的代志，阿叔煞会开遐尼大的气力。是啊，会拄到真侪问题。足聪明的，是啊。有够的，足够的。哦你是在创啥？莫在马路算好无？弄到谁来负责？是的，是的。弟弟，歹势吼，害你红吗？袂要紧啦，拢是拄只迄三个小朋友害的。唉，真侪人唔知影，导盲犬甲一般的宠物犬无共款，对阮来讲，因就亲像阮的目睭共款，所以。无应该凊彩耍别人的目睭，敢毋是？对，阿叔讲得无唔对。拄只的小朋友是毋是提食物要饲拉拉，佮一直甲摸？对啊，阿叔你哪会知影？唉，其实这种情形唔若发生一届啊，就亲像我拄只讲过，导盲犬毋是宠物，所以袂愿意对待宠物的方式对待。安尼应该安怎做才对？弟弟，学校的老师敢有甲恁教？您对待导盲犬的四不疑问，就是一卖摸，二卖饲，三卖叫，因为这拢会造成导盲犬分心，会甲阮带来危险。还佫有第四，卖拒绝导盲犬入去公共场所。拄则有小朋友想要甲拉拉耍，但是拉拉身上有穿导盲鞍，表示拉拉当在做代志，千万袂用个大声喊，凊彩甲摸，或者是摕人类的食物甲饲。这会教了伊做工课。最后所讲的疑问，就是主动甲阮问，敢有需要斗相共的所在。总共一句，不管想要做啥，还是先甲阮问一下较好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知影。当然，就算讲无导盲犬，阮嘛非常希望在需要时阵有人主动甲阮斗相共，阮会非常的感激。我知影，后盖拄到阿叔，我一定会先开嘴。哦，阿叔，你的公车来了呢。弟弟，非常多谢你。别客气，阿叔，再见哦。哦，太阿啦，那你按吗？我的公车。
伫咧路上拄到导盲犬，爱会记咧遵守四不一问的原则哦。四不是为着避免让导盲犬分心，造成视障者的麻烦甲危险。卖懵，千万袂用诶伫主人无同意的情形下，凊彩叫了，也是懵导盲犬。卖饲，卖以任何人类的食物吸引或者是饲导盲犬。卖叫。卖故意发出任何的声音，吸引导盲犬注意，造成视障者的危险。卖拒绝，卖拒绝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。疑问，主动问，是咱对视障者表达关心和爱心的方式。后盖，假使看到视障者伫咧公共场所丢毒徘徊，会记你主动问，敢需要斗三工哦。良心干妈店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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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啊，我嘛感觉昨昏的卡通真好笑呢。哦，啊，哦，啊，阿明，你哪会过来？恁看，这间干妈店，敢若是新开的呢。顶摆经过的时阵，明明都无看到。新开的干妈店有啥物稀奇的啊？无咯，这间店无共款。倒位无共款？这间干妈店无人顾店呢？哦。阿明，你讲了无唔对呢，这间店真正无人。顶面讲爱咱家己付钱甲找钱呢，真正是一间奇怪的干妈店。安尼，敢唔惊有人摕物件无付钱，或者是直接甲钱偷摕走？对啊，飞伫遮也无人啊，头家嘛袂知影。丁丁，你是有白乱讲吼，安尼是贼人呢。啊，无人会知影啊。丁丁、哎呦，我讲耍笑的啦，阮妈妈爱我下课，赶紧回去，我先走啊，拜拜。我嘛要回去写功课啊，小文等我。大家拢走啊，敢若剩我一个。哦。熊熊就想要吃巧克力，要唔过收费已经开了啊，啊未有人知影。对啊，飞弟也无人会知影。今仔日的小号一百分哦。有啊。是去干吗？点秘号？好足大诶，足讨厌诶，好加济，才会当避雨。好足大诶，拄则搁出大日头咧，紧甲头装穿好呾，若感冒就害啊。无要紧，我是这间店的头家，摕去用，唔免钱啦。老天，这毋是无人过。是啊。也毋过我一礼拜会出现一届来补血甲补银角啊，恁就叫我阿亮阿叔就会用啊。既然是头家，卡输予伊发现我顶届摕巧克力，煞无付钱，我就害啊。来，甲头甲身躯笑搭，阿叔，请你啉凉的。多谢阿亮阿叔。弟弟来了，免客气啊。阿亮阿姊，你为什么要开这么奇怪店嘛？奇怪？敢会？足奇怪的啊！
你唔惊无人顾店，会有人偷钱偷物件？袂啊，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老实善良的心。恁可能无注意到，这间干妈店无好名，但是其实我拢叫伊良心干妈店，而且24点钟拢无休困。良心干妈店24点钟拢无休困。对啊，我伫相信人甲人之间是会用互相信任的，唔免互相封闭，甲互相怀疑。好耐还袂停啦，就想要赶紧离开这。监视器，哎呀啦！迄天我偷摕巧克力，一定被拍到啊！我是贼啦，一定被伊抓去警察局关起来。阿亮阿姐，我知影你为甚物袂烦恼啊，因为你有装监视器。好停啊，我要回去啊。我讲过啊，我会开这间良心干妈店，就是相信大家。靠什么监视器啊？一点啊意义嘛无，你讲对无？对。阿亮阿舅，弟弟，你不是回去啊？是咧，请你卖抓我去警察局。为什么要把你抓去警察局？顶次我摕一包巧克力，也毋过无付钱，而且我毋知影有监视器。无要紧啦，小可代志。我相信你只是袂记得付钱，后盖有钱的时阵，才放去盘内就会用的啊。阿刘阿舅。